是同事，联邦银行的同事。对，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交集，而且我也看不上他。对，很怂，很丑，素人。现在是素人，以前是素人。好，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我应该不会跟他在一起。因缘际会下，可能就是陪伴、陪伴、陪伴，然后就走到现在。就是发现他好像是一个蛮老实的人，然后也很贴心，我觉得作家是大。下面有点氧化，真的太冷了。我给你打光，红酒，红酒茶，亲像双手捧茶敬阿公，来，讲，亲像捧茶对面来，不管唔过是好人才，好，红酒茶。夫妻同心，哦，谢谢爸爸。永浴爱河，谢谢妈妈。老婆，祝我们永远幸福快乐，一起赚大钱，我爱你。快乐。我还记得，就是跟他告白的时候，当下没有说回去，我才传简讯跟他说，他一直嫌弃。聪明，开朗，开朗，开朗，我爱你。这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啊？现在20秒。李伟，这是什么？讲清楚。大声唱出你的爱，太狠了！哦 ，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我爱你，谁？爱着你就像老鼠，爱大米。好，一首爱。好 ，baby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从现在起，我只疼你，爱你一个。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，就算有吵架，也绝不口出恶言。答应你的每一件事我都会做到，不冷战，不生隔夜气，薪水全上缴，零用钱可以不要，剩菜全吃掉，再难下咽也要笑，真心全奉献，永远只对老婆好，因为你是我人生真实的保障。有人说被爱是一种幸福，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说，爱上你是我的荣幸福。对，刚刚闯关就是为了你，我会很辛苦。虽然我这个就是还蛮累的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全叫声。很老实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我不会说，你会说吗？打麻将牌品不错，他不大敢赢我钱。就是输我钱来赢走我女儿，哎呀。你也给你，你来看过来。好，还请来看我。问我吗？恭喜你们哦，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。夫妻哦，生活就是互相照顾、互相扶持、包容、尊重，这样应该就。一样是谢谢爸爸妈妈这33年来的养育之恩。然后其实我本来就是在充满一个爱的家庭长大，我们在外面可以很骄傲的，就是
阐述我们家庭的整个故事。嫁出去了，我还是会常常回来啦。那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最后也没有，反正我就是很爱你们，然后也很爱四角亭，然后很爱我的皮卡丘兄弟，还有冠亮。对，然后希望那个大话以后喝酒不要那边辱妈妈。你很奇怪，你妈妈就喜欢我辱你。没有跟爸爸抱抱，那年是长那么高干什么？有高跟鞋。你要给来，开心发财，好发财。